谢释然了拂衣去，谢谢白砂糖的办卡，全军出击。彪！我们遭受了多少？呀，谢谢豹子家小奶狗又一个火箭走位，这家伙这杀阿拉萨塔拉比，我可能是够呛了。那算了，走不了就走不了。我过去抽 buff 啊，谁知道旁边有人啊？安静一下啊！我要开始了。你辜负了老板的火箭。没有啊，这是死一把，很正常。我拖延了那个剑圣的打野时间。哎一下，杀阿拉萨塔拉比！平 A， 平 A， 插眼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抠一下，致命点炎，平 A。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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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杜根，谢谢蓝莲汉的面具，谢谢春秋一梦，沙阿拉沙，气力比，这个空了，空的挺致命啊！平 A， 赶紧让我升级。平 A， 哈杜根，我还有小饼干，不怕啊！杀阿拉萨塔拉比，机器人已经没多少血了，我们就不停的扑着他，千万不要被勾了啊！平 A， 吃个小饼干，拨一下。这 ADC 根本也不耗血呀！我打的这么凶猛，你也得稍微猛一点，你知道吗？走位，走位，还有三十秒开奖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谢谢阿杜根，谢谢低鱼最帅蓝林汉。四分钟我们有小饼干，别急，可以打，你别害怕，你不要害怕，你越怕他们越狂妄。你不用害怕，那机器人连盾都没有，好像你不用怕。谢谢比吴彦祖还帅的仔。波链打完这 ADC 满血，你说你打他你怕啥，他都没有血，你说是不是？不要害怕呀兄弟，你就打人就完事了， A 人行不行？会不会这回就别上了，那完了，他还死了你。哎呀我头疼，哎呀这 ADC 呀、啊、哎呀这 ADC 呀、啊、遭受了多少就领悟了多少。谢谢地痞留着，我不影响你了，你好好打吧。行，别的别的，当断一断必受其用。哎，对面没双杀还行，只杀了一个这 ADC。 我算看明白了，就是我不给他打成就那人就剩一滴血，他是根本就打不死啊！我们一定不能被勾下一波啊！从下一波开始我不可能被勾一下，而且我会把对面两个人耗的全剩一滴血，我再给他收啊！我给你个波，就是我要的阿杜根，
直接上链 ADC， 那致命减炎接个 Q， 可以越塔，越塔蜘蛛，不要害怕改变，越塔可以越。哎，链儿剑圣，哎呦我怎么死的？剑圣不已经给链儿住了吗？剑圣没链儿住啊。我们直接来个小反甲，我都不除 AP 装了，我直接就右装，我们就上去死的，就给这 ADC 虚虚环境，省得他这个一个人也打不死。我直接小反甲。Q 躲了，剑圣那个 Q 是躲不掉扇子妈的 W 的，应该呀。Q 好像躲不了链儿，我记得这种技能的话，比如说那梦魇儿啊，哎，链儿，吃药 ，A 不着，哎，阿杜跟。稍等我一下，还好我够肉，兄弟，我先回趟家，你先别上啊。还好我们这是比较的肉。哎，为什么不让买针眼儿啊？凭啥呀？我想问凭什么？为什么针眼儿不让我买？千躲万躲的，还是没躲掉。专注，哎，链儿，阿杜跟，哎呦，有加血，完了，啊，还行，他打死一个，还可以接受吧？哎呀，这加血确实有点烦啊，来个红宝石，我们直接来冰拳扇着吧。或者是日炎扇着吧。答案就在心中。不是送。那他俩那点血我肯定得上啊，我指定得杀一个。谁知道有加血呀，我给忘了他技能。先插个眼儿。我们遭受了多少，就领悟了多少。我给你个波，你咋的呀？谢谢白砂糖的飞机。我再给你个波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挑战你组织的一切。Enemy double kill。给你个波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边 AD 没有大，这波可以打，让他勾。杀阿拉杀塔拉比，阿杜跟，随便打。伤害呢？这不应该呀，这伤害这么低吗？你俩装备一样的，怎么他打我跟我打，跟你打他那伤害不一样呢？兄弟，怎么能呢？那卡莎还百分比掉，他连大都没有，上一波。
这怎么能就还能我先死了呢？我都没明白了。我这还出的是右装呢，这要出虚虚装的更没个打了。我给你个波，跟我打人。不要打兵，等一会儿你大招。等一会儿啊，等个十秒。哎呀！这确实有点难受啊，他不勾 ADC， 他跑过来勾我这个机器人。这波有大了吧？怎么的呢？这机器人啊，杀阿拉萨塔拉比，给我杀！点，我来。怎么的？这机器人啊？Q R W， 致命点炎接 E A 一个波，哎呦我操，烫死你！哎呀哈哈，这走位，哎呦我这走位，17-4孤独卡锤，我操兄弟，哎呀我都难死了，我跟着 ADC， 他要能有对面的侠一半能玩，我跟你们说一半都不用多，这家伙这把俺们都随便了。这剑圣要干什么玩意儿？这剑圣疯了是吧？怎么这样追人啊？出一个魔抗着，
我那扇子妈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一玩扇子妈，这 ADC 就有问题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把也就是出右装，这把要出 AP 装，那指不定死成啥样了，真的。老难玩了，那跟那些 ADC 呀、啊。下回不能选这辅助，要选就选那些巴德什么玩意儿的。这剑圣真是个精神病，就欺负辅助是吧？就会打辅助。嗯，你说你一个人往这跑什么玩儿了呢？给他狠的！回家。上单永恩，打野蜘蛛 ADC， 中单还好，人头好像都在我身上啊，人头好像都在我身上，还好。我们死不死其实无所谓，并在他们之间开辟了另一条。这塞拉斯什么玩意儿？新皮肤啊！这皮肤晒呀、啊！啊，这皮肤。Ionia在改变，我也必须改变。漂亮啊！没有人会质疑我的决心。哎，我们这种英雄找机会能力太差了。下路来吧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对面要退下。几个人下路？三个人，三个人可以打。问题不大，杀阿拉杀塔拉比，先杀剑圣。哎呀，我都知道他要勾我，怎么还能让他给勾过去了？真是操！我信我，他勾的时候，我正好一个血走位，勾不着我。这一波我们的问题啊，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必须群策群力。我们家的控制不是那么特别多呀，剑圣可能会比较难办。来杀个铁男，链儿，波，致命点炎，走位，螺旋走位，啊 ，W， 放个扣，回血，给盾。行呗，给我拖死他！机器人可以杀，杀这个链儿，阿杜根减速了，点一下，
加速，这两口子漂亮，大龙能打，大龙可以拿，剑圣杀了就可以拿大龙，大龙大龙大龙，这不打大龙就剩俩人了，还不打大龙？神级吧，这是。把龙拿了呀，你说这辅助是真是没话语权，真是烦死了。双火护手1600，这卖了。杀阿拉萨塔拉比链儿波，溜了，再波，再波，再波，哎呀，打了个大招，可以啊！专注，传统与变革齐头并进。早让你们打大龙不去打去，你是那永恩、卡莎、蜘蛛、塞拉斯加、站着吗？不去打大龙，早不打大龙追那个破剑圣了，你说？我上去卖，让他勾我。让他勾又能怎么样？让他勾上去死吧。剑圣能不能先杀了？剑圣，真恶心！玩的跟你们玩的是真难呢。你别老说我挨酒，我都他妈要气死了，跟这帮傻子玩，就不应该在这玩辅助。确实是仁慈了，蓝天汉。尤其是辅助这傻子 ADC， 就更气人，能给人气死。养了个孩子，养了半天，告诉我是个白痴。怪谁？怪我？没跟你说怪我吗？我都说怪我了，我的问题，仁慈了。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找不到机会呀、啊？找不到机会。
可以，给你加个盾。小龙没了，蜘蛛死了 ，ADC 死了，投降吧，下一把水龙龙魂了。怎么的呢？剑圣先杀，闪现一死了，哎呀，呜，抠都能抠歪了，你说？来个巨银腰带，我练他。漂亮，永恩，哎，这永恩还像点人啊、哦！致命点炎链儿，你想打我？哎呀，这 Q 怎么飞了呢？鼠标有问题啊！其实我觉得有机会，这永恩还是可以的啊！我觉得有机会，那剑圣还是比较脆的，永恩。还是比较厉害的，有机会，不能说是完全翻不了盘，只能说是有机会。传统与变革齐头并进，回家，我们出反甲。没人要是吧？没人要我收了啊！就在心中。我的反甲为什么？哦，反甲1000块钱。谁被勾谁死啊？不上也行，守家来。请问那队友都哪去了？也行，没关系啊。这波我们一个人换他两个人，啊，错了，这波是二换一。加一把吧，加一把吧。别的咱也不说了。